好，各位法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妙云集》里的《摄大乘论讲记》。好，我们讲到第497页，也就是十门分别里面的第五门啊，摄持。那所谓的摄持呢，它是一种总聚的意思，也就是佛陀的法身。是由多少的多少的这个佛法来总聚而成就的了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清净法，第二个是易守法，第三个呢就是安住法，第四个呢自在法，第五个言说法，第六个拔济法好，所以这六种那我们请翻开第498页佛法的摄持也显现出什么佛法身的种种大能，尽虚空界的整个真理的现象的呈现，那么它是清净的第一个清净佛法嘛它是转舍了阿赖耶识当中的什么杂染熏习而证的法身。这是法身的根本，有没有？所以必然一定要转染成净，但是要转染成净之前，是不是要先转迷起悟要摄相从性，是不是？所以唯识学就有这个好处，让我们知道如何下手，而且它的重点在哪里，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第六意识很容易往外向去，一旦只有往外去的话呢，那会越往外呢，会越怎样？越迷糊，越迷在什么相上？而我们希望能够怎样向内，才能够去悟。悟在什么法性上？悟在法性，也就是什么因缘法。这些相是怎么形成的呢？无非是从这里的因缘所变现出来的。这在波瑞里头是不是也这样子的？因加缘而形成了什么相？因，这个叫做缘嘛，有缘千里来相会，对不对？而看到了什么现象？所以呢，其实应该往内摄持其实是从因缘法而显现出来的，并且要知道因缘法这里头记录了因，这里记录了什么缘？因缘法是充满了什么平等心？最公平的事情就是因缘法。虽然我们看到外相不公平，其实是非常公平。为什么？因为就看这里面我们到底储藏了什么嘛，对不对？善因善缘自然怎样福报大嘛，恶因恶缘自然业障多啊，公不公平啊？非常公平，其实是从因缘出来的，这样理解吗？所以呢，是从这样子出来的。其实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智慧，所以我们说所谓的智慧，就是要理解因缘才叫做智慧。这里都是什么？这不过最多也只是什么聪明才智而已哦。昨天我去中央研究院因为那里有一个这个温室大楼的一个落成，那么他们选这个遴选了家父杨一峰先生的《回到太初》的作品，所以去参加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盛会那其实那个就说在当时候请了萧琼瑞萧老师
来做了一场演讲，但是中研院的本身的去听演讲的几乎没有，只剩下一位。啊，这一位呢，他听了之后非常的感慨，啊，因为要去认识一个作品，就必须要去认识一位作者，对不对？那作者他的那个啊伟大了哈，这个不是我个人说的了哈，这个在透过艺术界、透过艺术史的这个发展来看待，他必然要有很深厚的哲学思想，之后他才展现在他的作品上面。他的那份可贵呢，那么因为没有透过听讲的话是无法明白，艺术品已经是一个果像，没有听到前面的什么因缘，哎，它可贵可贵在哪里啊？那因为不懂因缘，其实是不懂的那个作品的可贵啊。所以呢，这位中研院的这个啊里面的这位一位这个常先生啊，他也是非常的感慨，他说我们在中研院啊都注重在学术上的累积，学术上的积累啦，啊，也就是知识的汇集，往往疏忽了智慧。所以我们就讲说，希望中研院不要只有啊知识学识的学术的累的积累，而忽略了什么智慧。他们反而觉得这样子的积累非常大的压力，为什么？因为还是在世间法上面啊。所以萧老师他也举一个例子哈，他说假设我们到一个人家里头去，不会问说你们家到底有多少存折啊，存折有多少钱啊，哎，如果这个家庭里头竟然放了一件艺术品，那就会知道这家人的什么品味不同，文化的层次是不一样的啊。那无所谓于他家的装潢如何啊，如果哎这家人只有酒柜而没有书啊，没有书柜，那是不是更是觉得说俗不可耐啊？啊，有书柜还胜过于酒柜，对不对？啊，那之外呢，如果有艺术品的时候，那又是不同的品味啊，那是文化思想层次的提升。啊，尤其在中央研究院，在台湾算是最高的一个学术机构，都尚且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往往呢，会是在上面的努力而忽略了下头的。啊，那当然这份努力是有必要的，如果同时还能够兼顾，那是最好的。对不对？免得啊，真的努力了一辈子，就算有多少的成就，是不是还是属于世间的啊？啊，万般带不去，唯有什么业随身。因为生死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最公平的事啊？哎，其实它是最公平的事情。为什么？就因为因缘法的关系，唯有因缘法才能够解释这一切。不然的话，我们都是生来就觉得非常的啊，有种种的抱怨嘛。啊，我们的抱怨是不是都因为我们着相啊？哎，就因为我们着相的关系啊。哦，好，所以呢，这个啊，透过这个清净法，所以我们说所谓的清净佛法来自于什么？因缘法。为什么它清净？因为它平等。为什么我们说在现象上的法是不够清净的？因为我们会有种种的执着，就会有种种的不平等。也因为有种种的不平等，我们就会怎样？就会起了烦恼，而无法感觉自在。哦，无法感觉自在呢，那么其实我们是不是还是会下了恶因恶缘啊？哦，就因为我们着相的关系嘛。而我们本来其实宿世劫以来是不是就是带着杂染来的？所以我们说杂染是不需要学习的，清净是要学习的，恶念是不用学习的，善念是要培养的。哎，不需要学习的就是都比较属于什么这个
杂染的、黑暗的、无明的、烦恼的，这些是不是生来就很会啊？哎，是不需要学习，我们反而学习的是如何的去超越它、解脱它，才能够往上来提升嘛。哦，所以呢，要转舍阿赖耶识当中的什么杂染熏习，才有机会去证得法身，这是法身的什么根本。所以我们说最早证得法身是什么时候啊？超凡入圣的那个点。哦，以小圣声闻圣就是证出果，以大圣就是登出地。哦，证得佛陀法身里面的分身，其中的一小小部分，但是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关键。哦，因为真理的现象现前了，哦，证得法身嘛，哦，所以平常就谈要转世成智，有没有？其实这过程是不是就是转世成智的一个过程啊？啊，也就是要转第八世成为什么大圆净智，哦，那又说要转阿赖耶识成为什么法身？那圆净智跟法身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呢？啊，那从法身来看，它是于二身的一指；从圆净智，它是于三智的什么一指。啊，这个一指本身就是结果，才能够被前面的因缘来一指嘛。啊，所以法身啊，法身来讲的话是，哎，变化身跟什么？受用身的依止啊，大圆净智呢是啊妙观察智，对不对？平等性智，还有成所作智的什么依止。好，啊，好，所以赖耶本净的法界来说的话，也就是叫做解性赖耶啊。解性赖耶来讲的话呢，啊，是真常具什么称性功德。啊，那这当然这比较站在有宗的立场来讲啊，因为毕竟是在谈的是唯识学啊，在有宗啊会觉得哦，这个是这个啊真常的啊，叫做称性功德。那在舍这个染习来讲的话呢，也就是在禅的藏性显现，它跟净习是不二的啊，因为这个藏习啊，藏性呢是一切净法所依啊，啊，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清净的法？它的基础是不是从杂染来的？我们宿世劫以来，是不是都有杂染的基础？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杂染，尤其是人他有什么犯恨的倾向，有没有？啊，当我们知道自己的杂染，其实我们也很愿意修改自己。啊，然后去探寻一些理哈，啊，这个道理，啊，也觉得有道理，那我们愿意去改善，对不对？希望能够转染成净嘛，啊，转染成净。所以呢，其实所谓的染，然后染跟净，它也是什么？是不二的，啊，也是不二。那么为一切净法的所依啊，所以呢，从本性清净边来建立了法界，从智光朗见边呢来建立什么净智，所以呢，所谓的法界呢，也是证得了法身，佛陀证得了法身啊。那么在这个智上，是不是也是已经转成大圆净智？但是大圆净智不是最先转的，对不对？是不是也要经过先转什么妙观察智、平等性智之后，才能够到达啊这个大圆净智嘛？哦，所以呢，这里就讲到唯识是无意的，无意是唯识的，这个是一体两面啊，哦。上一个月也有居士在问到，能不能把唯识是无意，无意是唯识，能够做比较详细的说明啊？哈，那其实这里也可以看到，所谓的无意跟唯识哈，因为唯识所变现的是现象，无意呢？讲的是什么？性空啊，其实也是性空
那么也就是说，真跟俗，真与俗来说的话呢，真就是在讲无义，俗是不是在讲唯识啊？唯识变现出世俗的什么现象呢？对不对？那这些现象是不是透过真理法则所显现的？它是无义的，也就是说这些相来说的话呢，它也是透过真理法则所显现。那既然是真理法则所显现，它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原生原灭的一个过程而已啊？所以我常说，这个下头呢，我们看到的都是世俗，而见不到真理啊，见不到真理。好不容易在这个时候，一道曙光，这道曙光其实就是真的显现哦，它是可以验证的哦，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不是用肉眼看，是什么？慧眼所见。所以我们的慧眼的打造在哪里？在这里耶。我们刚才要讲这个也讲到说，转迷起悟之后转染成净，第二步才是转染成净哦。好，那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俗本来非常的多，到好不容易真理显现出来，这个几乎都是俗，在这里终于见到真理，然后呢到了上头，要五地以上啊，叫做唯识无义，无义唯识是什么意思啊？两边平等啊，因为俗的部分慢慢变小，真的部分慢慢变大，它终于平等了。下面越下面是不是越不平等啊？越下面呢，俗越多，俗越多，痛苦烦恼轮回生死越多。我们是不是就是借着真理而开始有解脱的机会啊？就算你个人解脱，走上解脱道，是不是要先证得涅槃才能够解脱？证得涅槃是出果啊，解脱是什么？四果的事情啊。这样知道吗？所以呢，也等于这两者在拉锯战啊。慢慢这个要会慢慢消变小变小，这个会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到这两种刚好平等平等。这个就叫做唯识，这个就叫做无义了。用这样来想比较快，这样懂吗？唯识无义，无义唯识，虽然在这里证得无义了，但是这个还不稳固哦。是不是还不稳固啊？因为它如同一道曙光，那个黑的云很快又合回来了。但是呢，之后就懂得怎么去拨云见日嘛。但是要很费力的去拨拨拨拨拨拨到越往上越不费力，拨到这里是不是完全不费力了？八地以上就是云破洞了，更不用拨了，它自己就下来，就看得到了嘛。为什么能够云破洞？就是要白黑云变白云变薄，到让它变破掉了，挡不住了。所以这个时候五帝呢，才终于两边怎样比较平等。然后，但是要到六帝、七帝才算稳固，八帝才进入所谓的大圣不共法的特质。五帝以下啊。这个从大圣退回小圣的机会很大，要五地以上才慢慢稳固，到七地圆满才算是不会退回小圣，才蒙佛受记啊，表示你将来必定成佛，要到七地圆满，五地刚好平等之后，是不是就要这边要更大？这边就不是，这边是俗的话，这边又会渐渐变小，这边是不是又变大啊？真理的现象越来越大，到成佛的时候呢，哇，几乎都是真理的世界了嘛。但是其实它还是不离世俗的。不过，当你真理的现象
那个证的越多的时候，看世俗的现象越平等，那是真正的平等。到成佛的时候用肉眼看还是平等的，我们在这个下头用肉眼看都不平等哦。到成佛用肉眼看都平等，哎，是因为这个真理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嘛，那个俗相越来越少，它超过了五地啊，因为它平等，平等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危险的啊。当我们一念的自私心起来的时候，就干脆我证入涅槃算了哦，让众生安呢，磨来磨去，磨到无想去，哦，磨到呢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对不对？菩萨很不简单，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呢，要能够放下个人的执着，要处处为众生来着想，那可不容易，因为我们本来就有自私的心不断的起来嘛，对不对？那个自私的心很深呢，一直在告诉我们，何必这样，何必那样的。哦，自私一点就不要管了，哎，放下吧，不要去管，这个不叫放下，放弃吧。放下是理性的，放弃是感性的，这样懂吗？哦，所以要到五地以上，这两者平等之后，真理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尽虚空界，但是还是不离什么世俗。看待世俗的时候就哇，原来世俗是这么平等，所以成佛之后是真理这么大，然后世俗一点点，就是还是不离，因为在因缘法上它俗中有真，真中有俗，只不过看哪一边力量大。好，用图解的啦啊。有的人说啊，我这个唱的比说的快一点，那就用唱的。我说画的比说的快一点，我就用画的。这样理解吗？就稍微去想象。哦。好。回到我们的第498页哈。为事是无意的，无意是为事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俗跟真平等，平等是一体的两面，有没有？是一体的两面呢、啊？俗中有真，真中有俗嘛。我们现在看到的世俗的现象，真理是不是就在这其中啊？为什么有这些世俗的现象？就因为因缘所成，这种现象不是永恒不变的，它是不是也会离散啊？离散到没了，就消失了嘛。啊、哦，所以真理是不是也在这其中？也因为我们知道真理，是不是就越能够去接受世俗的现象啊？因为世俗的现象是从真理法则变现出来，我们抗拒得了吗？抗拒不了，所以不如就是接受，对不对？所以我们说顺境容易接受，逆境是不是不容易接受啊？哎，但是呢，如果透过佛法，是不是还是要接受？福报我们很喜欢，业障很讨厌，但是业障一旦现前，是不是还是要接受啊？因为有过去的因缘啊，不一定到上辈子的因缘啊，啊，也有这辈子的因缘呢、欸，啊，所以呢，这些都是透过因缘法，那个接受的心，其实也是一种平等的体会，是不是要顺逆皆精进呢、啊？哎，毁誉不动心啊、嗯，这是我们永修精舍慈心长老送给我的两句话。嗯，顺逆皆精进，毁誉不动心，这是不是都是不落二边呢？所谓的不落二边，也就是中道不二哦。啊、嗯，也就是要去体会真理法则，才能够去接受。乃至于去实践、哦、乃至于去实践它、哦哦、所以呢这个以上讲的是不是清净的法它、啊、必然一定要是清净法所以这个清净法存在在什么呢在因缘上所以我常讲说要深观因缘法的平等性我们的清净来自于平等如果我们认为不平等就是带着杂染的成分对不对？就是俗相太
太炽盛而没有真理法则吗？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有点真理法则，真理现象还没现前，但是我们确信真理现真理的这个法则的时候，就有机会达于真理现象的现前啊。好，那第二个呢？易熟的佛法啊，那么也就是转眼根等有色根，有没有？我们的色根有情众生啊，那么的色根呢？啊，一旦有色根，就必然有生死。我们的色根是由众多因缘所合合出来，对不对？那这因缘是不是也会离散而灭啊？所以不仅是这个分段生死身，乃至于变异生死身，是不是都还是有色根啊？还是有的诶。随处祈求，随处现，菩萨也要现出一个啊、来解救的那个人的样子啊。嗯。但是他会来得很快，走得很快。因缘和合生，当我们有紧急状况啊，在呼救的时候，就是因缘要汇合，当然要跟菩萨相应。那如何相应？就是那个频率要转准了啊，频道呵呵，你求哪一位菩萨的频道开机要开准了，就收看得到，就接收得到啊。那频道不准，当然就猛叉叉，那佛菩萨也不知道你在求救啊，哎，所以不是菩萨不来啊，而是我们自己不准。哎，如果准真的就来了。对不对？看电视啊，听收音机是不是都这样子啊？每个电台有它的频率嘛，频道转准了，那个就接收到他们的节目了。哦。好，所以呢，这个易熟是从凡夫一直到什么成佛之前，是不是都叫易熟士啊？啊、哦，所以要转眼等有色根得什么易熟智，所以这个易熟都是在生死当中，所谓的易熟就是生死啊。为什么叫易熟呢？因为它会易性而熟啊，易识而熟，易性而熟，变异而熟，所以叫做易熟。总说就是在讲生死。就是在讲生死，所以呢，我们在生死流当中，是不是就是要透过生死而获得智慧？所以易熟智包括了什么？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唯有没有包括什么大圆净智，因为大圆净智一旦出现，易熟智也就消失了，取代了。啊、哦，还有呢，成所作智，对不对？它不包括大圆净智，也不包括成所作智。其实它包括了啊、哦，这个妙观察智跟什么平等性智，这个叫做易熟智。啊、哦，所以在有漏位来说的话呢，那么易熟根呢是唯识的，是生识的，啊、哦。所以这个有漏位呢是在什么？有漏位二大阿僧祇劫以下都叫有漏的，第三大阿僧祇劫才是无漏的，才能分身。为什么有漏？只要有第七意识的存在都是有漏，漏在哪里？就第七意识的杂染上。哦，要到无漏呢，就是要转染成净的状态才叫做无漏的。哦，所以呢在这个二大阿僧祇劫里头呢是唯识的。看到唯识的就是唯识所变现出虚妄的什么外相。是不是这样子？这个虚妄的外相，所以我们说它无意嘛。而这个时候是验证了它确实无意。因为他是不是也是会生老病死啊，所有一切也会怎样成住坏空的。哦，所以他这里讲的是生识，是有生的分段生死生的生识。
哦，那转移以后呢，色根就会以智为自性呢，那么就叫做为智的。那是什么智啊？叫做平等性智。因为我们一旦有自己的色身，有自己的分段生死身呢，都不会平等。为什么？因为 有分段生死身，表示第七意识的杂染没解除啊，没解除会平等吗？不平等。所以也是要到七地的圆满，八地以上，是不是才能够平等啊？所以我们说菩萨摩诃萨，他对众生是不是平等？随处祈求，随处现哦。菩萨摩诃萨不会说，哎，这个是众生，我喜欢不喜欢，我要不要去？有没有这样想啊？不会了。但是如果是七地的菩萨，还难免如此的想啊。哎，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哦，某某人说他很有修，但是他也很自私，这个很正常哎。啊，我们的国位这么低的，哪里不自私啊？只不过我们很努力的希望把自私转的比较量要先大，才有机会平等啊。哦，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哦，量的大小跟修行的果位有关呢。量大的表示它的果位高一点，跟量小的，为什么量小？因为第七意识的杂染多嘛，就会量小啊。第七意识的清净多，它就量大。量大就是愿意去，啊，能够怎样？能够去利益更多的众生嘛。所以发心菩萨有没有？透过发心，是不是也是在扩充我们的量啊？哦，不是只有管我自己一个人的事，也不是只有管我一家人的事。我们希望能够去帮助一个道场的事，后来变成说，不是只有管一个道场的事，是不是应该是要去管佛法的事、三宝的事啊？也要慢慢的去打破那个什么束缚嘛。我们自己是不是设很多的限制啊？那透过波瑞性空，就是专门去打破这些界限啊。这样理解吗？所以不是只有护持一位师父的事啊，对吧？而是应该去护持三宝的事，不是只有护持一个道场的事，应该要护持的是什么三宝的事嘛。哦，所以我们说，哎，印顺导师给正言法师只有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而已。有没有界限啊？其实应该没有界限的。哦，就是为佛教，为众生，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其实大圣法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起源啊。哦啊，所以呢，这里说，啊，色根以智为自性的话呢，那就会成为智的，是什么智呢？就是平等性智。啊，虽然不是有漏的业感，但是它的因里头却有易熟的因。所谓的易熟的因呢，就是它还是不离什么缘生缘灭啊。啊，所以这个也称为什么易熟智，平等性智，啊，到平等性智，啊，那平等性智还可以再继续发挥嘛，对不对？那个菩萨摩诃萨呢，只要众生祈求，他是不是就随处祈求随处现啊？有没有去选择啊？没有哎，只要有因缘的汇合就到了。因缘离散了，为什么离散？因为他去救苦救难，当这个苦难消失的时候，他说自然离散了，自然就离散了。哦，那么，所以这个也叫做易熟智，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平等性智，从妙观察智到什么平等性智。哦，因为我们说，哎，到第二道奥生期节，平等性智不是在那里就结束，反而那里是一个起点。哦，最好的发挥就在什么菩萨摩诃萨身上，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对所有众生的那个平等性呢？哦，好，
所以呢会有清净法，还有什么易熟的佛法啊，也就是这些都是菩萨道上的圆满，是不是才成佛啊？啊，第三个呢就是安住佛法啊。如何安住呢？就是要转欲行等住得无量智住啊。那何谓欲行呢？也就是五欲的享受啊。那因为在因地这个过程都是因，到成佛是不是才是果啊？啊，因中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众生都受五欲乐啊。那要转五欲乐成为什么慈悲喜舍的四无量行住，要拔苦与乐令众生喜乐啊。所以这个安住佛法，也就是要转五欲为什么慈悲喜舍的四无量行住，才是真正的安住，令众生喜乐，不要让众生不开心。就是娱乐八苦。哎，这句话蛮好用的。嗯，不是只有让自己开心而已，是要让不要让众生不开心。哎，这也是一种否定式的思考模式哦。对不对？啊、哦，好，那第四个呢，就是什么自在佛法？自在佛法哈、哦，转种种摄受业自在啊！啊、哦，在因地当中，就如同哈、啊、导师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在因中啊，在因地当中呢，可能很多人从事各种啊不同的事业。起初我们在从事事业的时候，是不是都很生涩啊？这是必然的，所以呢透过学习跟经验，久而久之是不是就能够熟能生巧，习惯成自然。所以学佛是不是也如此啊？啊，尤其我们每个人都有隔音之谜，虽然我们也有具有宿世的善根因缘，但是呢这辈子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觉得好像蛮生涩的。哎，但是不表示没有不具有善根因缘。那些善根因缘如果随眠去了就可惜了，所以我们要去把它怎样唤醒、哦、不是睡觉去了。我们很多的因缘会睡觉啊，没成熟之前是不是就是睡在里头啊、哦？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怎样去唤醒它，去唤醒它。如何唤醒它呢？那也要有什么，要熏习法界等有种、哦、相同的会物以类聚，有没有听过？哎，善因缘慧的慧根啊、哦，这个慧的因缘也会跟慧的因缘去相应，所以我们说，哎，要透过听经闻法，是不是也是在唤醒啊？哎，在唤醒我们的那个啊、哦、善根因缘，那么就能够接续下来。因为每一辈子的每一个人的每一辈子的起点其实各有不同啊、哦，所以呢，我们说在佛教。的这个学啊，佛法的学习很难有一个标准的教科书啊，因为每个人不是同样的起点呐、啊，并非同样的起点。那我们说，那从哪里学起啊？就从我们这辈子什么样的因缘，就这样子学下去就对了。这些因缘不是我们能安排的嘞。哦，所以我们说，应顺导师他这辈子最早接触的叫做什么三论呐、啊？啊、哦。导师并不是从很基本的佛法开始的啦，直接就是三论。为什么？导师根本就宿世有修啊，在慧上面已经有那么深厚的基础，所以他一来啊，这辈子一来就是接触到三论。不过导师也讲，刚开始他看三论也看不懂哎，我们看了就啊很安慰。但是我们不见得有导师哈、啊，应该是没有导师这样子的宿世善根缘。不过也就是说，真的。不管从哪一部论或哪一部经，这辈子第一次的接触，那个就是我们的因缘，这样懂吗？才会跟我们相应嘛，才会开始。所以呢，也不用怕困难，所以导师也是不怕困难，哎，很快就唤醒了哦。那之后的成就的就是哈，就可以接续着以前的。哎，那我们如果还是放弃，那就可惜了，可能下辈子还不一定有机会，还不知道等几辈子呢。哦，所以的哦，这辈子
能够接触到什么样子的经论，其实那个就是我们的因缘，没有标准，没有标准的教科书了。哎，哦，所以呢，这也是一样嘛，都是要怎样熟能生巧，习惯成自然。啊，那也是这样子，数世累劫的去累积嘛，所以到佛果位上呢，就会转去这种自在，也就是说，能够获得什么一切世界无碍神通智自在啊，能啊，如同啊，比方他心通之类啊，来往无碍。当然这是啊，因为讲到果位嘛，那当然啊，佛果位。当然就非常的高。其实我们说到第三大阿僧祇劫本身就已经开始能够自在无碍，色身上面的自在无碍，因为可以分身无数意，可以随处祈求随处现啊。啊，那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当然越是下面越有碍，越不自在啊。但是透过佛法啊，在这种思想观念上面的修正啊，在自我的这种反省当中去做一些修正，其实我们也会感受到说，哦，这生活上不是那么大的障碍。哦，是不是各位也可以体会到，其实在心念的转变是最快的，可塑性最大的嘛。哦，就像我说，诶，到底贫穷富贵有没有一定的标准啊？也没有啊。是不是就是知足常乐啊？少欲知足，知足常乐。哦，在内心的丰富，那是比物质的丰富是不是更重要了？啊，其实是更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说，我也常体会到说，学佛来说的话呢，在未解脱之前，要感受到自在。所谓的自在呢，还是透过因缘法而来啊，就是说我这辈子到底能够获得到什么样的程度，跟我们的因缘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接受它，接受就会自在，不接受就不自在。我们的不接受是不是就怨天赌地啊，怨天尤人啊，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就是自己没错那是非常可怜的人，可悲啊啊！如果我们越知道自己的错，我们才有机会改善，对不对？改善之后是不是就能够比较自在一些啊？因为接受了自己，接受自己才能自在呢啊，所以首先我们说学佛也要学得对啊，学佛学得对就是越学越清楚，越学越自在，越学越喜悦，这个是学对的啊。那所以我们就要想象，诶，如那个往上的特质是学对的，往下的特质是不是就是错的？其实就是错的哈。好，所以呢，自在啊，因为安住后其实也才能自在啊。如果我们无法安住，就无法自在嘛。好，那第五个呢，就是言说的佛法啊。那么众生因为见闻觉知所现起的言说，其实都属于什么戏论。但是我们还没证得涅槃之前，是不是还是需要语言文字的戏论呢？那么我们因为它是戏论，说我们不要去执着它，而要去怎样善用。从此岸到彼岸需要波瑞船，但是这个波瑞不是固定不动的东西，不是非得要如何不可的啊。我们要善用语言文字，所以要有文字波瑞，是不是才能更重要？是要起观照波瑞啊，要纳为是我们的人生观，而不是只有嘴巴讲讲，对不对？只是嘴巴讲讲的话，那还是文字而已啊。所谓的观照，就是要让这个法能够入心，透过法来看世间，会是不一样的哦，会是不一样的，会越看越清楚。所以我们说还没有证得实相般若呢，起码先打造一副般若的眼镜，对不对？可以自己制造一副眼镜，就是般若的眼镜啊，用很平等的心来看待，
虽然现象还是不啊，还是不够，还是不平等，但是我们确信什么平等性，那也是对法的确认哦。哦，那这些其实也难免从文字的啊，因为一旦是文字都会落入戏论了、啊。不过过程中是不得不用的，所以呢，不要太过于执着它非得不变，非得如何说才是对的。其实可以用各种方便善巧的方式来说嘛，对不对？啊，啊，所以呢，过程当中也要懂得啊，要慢慢的去放下放下对文字的什么依赖跟执着，才上得去。如果我们对文字语言一直很依赖很执着的话，反而会往下。我们要善用啊，要能够善用而不是去执着它啊，能够善用我们才有机会慢慢的往上提升，往上提升。我们的善用就是要知道真理法则到底在讲什么，这些是不是也需要语言文字啊啊，而且要依循着真理法则来修行，来改变自我啊、哦，也才有机会慢慢慢慢慢慢的怎样往上哈、哦。好，所以呢，所谓的言语啊、哦，言说的佛法呢，就是要转一切见闻觉知的言说细论，来让哈、哦、令得一切有情欣喜的辩说智自在，辩说智的自在。因为佛陀为众生说法，众生能够不生疲厌而怎样欢喜踊跃、啊、那 这五种自在其实也是透过五蕴来说的了、啊、所以呢，第一个前面说要转什么呢，转阿赖耶识嘛、啊、转阿赖耶识是不是在世运上的转呢？转世运而得法身、啊、第二个呢，也就是意熟，意熟是不是就跟我们的色根有关系啊？就是转色蕴而得什么意熟智。第三个呢，能够安住佛法，就是转什么受蕴得无量智。第四个呢，要转自在，就是转什么行蕴，行蕴上的无碍神通智啊。而且我们要知道，在业上面哈，因为行蕴。心所是啊，那个是最多的，有49个心所啊。那最重要的一个带头的作用就是思心所，思心所是善恶的一个泉源，思善思恶，那么是在行运上面来的啊。所以思心所会是行运的中心啊。所以我们在言说，在转言说呢，其实就是在转想运而得什么辩说智的自在的这份自在呢。那么一定要依据什么清净利他的法，也就是善法啊，其实也就是要善呢 啊因为言说是想运的作用，这是不是在转想运啊？所以我们在思想，其实以啊那个想还不到思的程度，到思的时候呢，就等于是准备要去动作之前的啊，所以呢。这个思心所里头的善是很重要的啊！一旦转善，整个行运是不是就跟着善？如果转恶呢，整个行运也跟着恶，那所下去的那个因缘种子那就不得了啊！那将来是不是果报也会现前啊？啊！所以这个最大的关键在哪里啊？在思心所，在行运上的转啊！在白法里头，行运占了73法呢。哦，好，那以上的这五个啊佛，这个五性哈、啊，五个佛法呢，是在转五蕴。第六个呢，就是什么拔济啊，拔济佛法，也就是在众生的因位上头、因地上头，因为成佛是果位了嘛，啊，也要做种种的什么慈善事业。所以不仅我们私心所上要善，还要去做。对不对啊？所以要去做种种的慈善事业，来拔济一切灾难横祸的这种过失啊。所以到佛果位上呢啊，那么就能够将拔济当中所含的不净的部分去掉
啊，所以我们说要成佛之前的第三大欧僧祇劫，是不是要把那种杂染的种子要全部出清存货？如何的出清存货，就是随处祈求随处现，因为众生的求啊，在寻求拔济的时候，众生还是杂染的，我们也是啊，那个菩萨摩诃萨他的种子里头是不是也有杂染才相应得了啊？其实他也是透过随处祈求随处现来把所有的一切杂染的种子怎样能够出清存货啊，所以呢他也才能够转得拔济一切有情一切灾恨过失的智啊，成为清净救度拔济超出三界离一切苦厄啊。所以所谓的法身佛就是由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六种佛法所怎样总摄总聚出来的了啊。所以有五个呢就是转什么五蕴，到第六个是不是要拔济所有一切众生之苦啊。好，那我们这堂课讲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